觉得我们来教大家说英文。车子的英文是什么？ Car。 OK。 灯的英文是什么？ Light。 床的英文是什么？ Boat。 船的英文是什么？ Boat。 OK。 饼干的英文是什么？ Cookie。 面的英文是什么？吸尘器。吸尘器的英文是什么？ Vacuum。 那机器人的英文是什么？机器人吸尘器是什么？ Robot Cleaner。 Cleaner。 OK。 那乐高玩具的英文是什么？ Blocks。 Blocks。 OK。那你觉得最难的英文是什么？Batman。Batman。